好，欢迎回来，我们麦卡贝啊，八友趴游戏，我们最后一趴观众挑战赛啊哈。那今天呢，一样会开两个账号，不过我跟叶子要到隔壁棚去。那我们那边就是比较清新可爱，不脱俗，好吗？可爱动物，可爱动物区啊，这边就是。那个三位来宾呢，就在这一棚啦哈。那主视角会在三位来宾这边，也就是阿 B、萨克还有吉永东这边。那另外一个视角就是大麦克账号啦 ，Big Mac PS。那要跟叶子打或者跟我打的，就可以到另外一个约战的大厅去了。好，所以我们现在要移动一下，那这边就交给萨克。是我们萤幕可以帮我移过来一下。好哦，是。有时候请他们把萤幕稍微移一下。来，对，因为我们三个坐这张长椅啊。对啊，哦，好像没电。坐张沙发。所以是我们三个是怎样？谁轮流吗？谁先？就轮流啊。啊，不然你要输了下来啊。你是不想走？控制器中断哎。快打、啊！再重插一下。来打，快打、啊！重插我最会了。要打观众挑战赛。为什么啊？你的摇杆常常断线吗？为什么？为什么？不会啊。没有，就哎，不好说。有了吗？哪一个？这个。我最近有想要玩一只，我昨天可以开始研究一下。什么东西？我最近想玩别的一个另外一只角色。我蛮想玩凯尔，可是我觉得干他。哦，续气我实在没有。我跟他的相性实在太差。出气我真的没办法。然后我真的应该早点去玩。他连线是显示都这样吗？慢实在是烂爆了，不是吗？打才知道，打才知道啊！我应该早点看那个谁玩的那个。那个叫什么？突然忘了。Chris Wong， Chris Wong 现在玩的 Chris G， 啊 Chris G 就香港那个啊，香港是 Chris Wong 啊，对对对 ，Chris Wong， 他现在玩那个角色，我应该，因为我跟他玩法是比较雷同的。说哪个角色？哪个角色？他之前有玩 Julie 嘛，我本来也就玩 Julie， 就相信你 ，Julie 其实也可以，就攻击力很烂，他就玩另外一只角色，不知道能不能讲吧？啊，然后一吹，伊布奇啊，对。可以吧？一吹打龟的啊！你以为一吹打工种？一吹超龟的，一吹超龟的，走得又快又有飞到。那我觉得，我这飞到要补而已。我觉得五代这个游戏，敢炸大概真的是你要选墙角才活得下去吧？墙角没有吧？你要习惯这个系统啊！墙不墙角都是一件事，墙角很多啊，超过十只啊！也是啦，我上次玩的开眼派也是玩的哩哩啦啦。对对啊，你这样讲墙角，然后除了最强的三只，我不想讲。我觉得我能玩 Birdie。Birdie 玩比其他角色好，原因是因为他好像比较不需要管那些有的没的。你只主要要打力回啊，他拳脚长度够啊。对对 对。你玩卡琳，其实基本上如果四代玩家比较容易习惯的就是玩卡琳的。卡琳、啊。Birdie 啊，这种就是拳脚长度够用。Birdie 应该没有，我不觉得。Birdie 其实拳脚很长哎、欸。他很长又很慢啊。哦，就对啦。破坏力够强啊。为什么没接到？对啊，Alex 我也不觉得到坠落啊，坠落应该他其实 Alex 他下中拳如果被砍掉，其实我是反而是觉得已经很惨。我觉得他最大的防守面弱化是他的轻拳吧。我觉得他自从轻拳被拔掉之后，超好打。他对空不好对空啊？不是不好对空，而是门槛变高了。很多人习惯轻拳，现在全部都不能按啊，是吗？Alex 以前轻拳也是对空超强啊，现在不好用吗？不好用啊，是啊。然后我只知道他跟第三烂，他就是没有，就是这个角色的使用门槛变高之后，现在你看，我看他一不看那个 Alex， 妈的就一直跳过去敲他，除非你跳太爽，他才用那个对空技打你。反正我就我知道他很烂啊，是第三烂。第三烂就是他还有剩一个武器，就是他还有破坏力这件事。你自己我记得你的那个。你的那个 rank 表不是最下面是 X 吗？不是，啊方他最下面两个跟我是一样的。方最下面是方的 Nash， 对，他最烂的两个跟我是一样的。欸、方我老实说，我打方我就乱打、欸。啊，他是不是打你不痛？对他打我不痛啊，可是我也是需要把他打死的。可是就乱打、啊，他是把他打死的，那、啊、就大家都乱，因为他烂嘛，因为他烂嘛。好，除非你要遇到那种方是那种你完全打不到他。有一些很认真的稍微有一点会的，因为我完全没有准备方怎么打，我不知道怎么打。他就要很认，他就要打很多下才可以慢打死。可是他现在，好了，是。我现在是五代杂鱼，不能跟那个东哥对抗。杂鱼没有啊，你讲啊，就讲会不会怎么样？啊，他真的是很烂啊，他就真的很烂。那应该说，因为我对方的了解不多，我每次打也是乱打，所以我是乱打打死别人，别人我觉得他也是乱打打死我。
啊，如果他稍微会一点的话，我就死掉了。他也不太能做些什么吧？他做的那些正的东西也摔不到你啊。他一直在那边摸，一直在那边摸，然后啊，对，就是摸，然后逼你中毒嘛。啊，你中毒，啊，你中毒，你九九秒中完都不会死。问题是你摸不赢他、啊。不是你丢垃圾吧？我不晓得。他丢那个那他一直在丢那两颗，我进不去。为什么打到不思路？因为我刚刚觉得太近了、啊。可是没有啊。好，我是干爹 Ken 悟哥。哇 ，Ken 悟哥想要侵权对攻，不好不好。其实 Ken 悟哥是不是要去想要去叶子的房间走错路了？我觉得很明显，他刚刚有讲，我觉得我刚看到一个说他走错路了，因为我知道 Ken 悟哥是那个。哎呦。拜拜。Ken 悟哥很厉害、欸，我想撞撞过去抱一下嘛。太肤浅了吧？太肤浅了。就想要撞嘛？我就是想要抱一下而已啊。就是你想抱，你就乱撞啊，你就裸撞、啊。我妈也都知道啊。你就裸撞啊，你不会就随便出门就再撞吗？取消再撞啊，再抱啊。裸撞不是只有张家恒要做的事吗？那还好吧，重的、啊。我空间会被插招，也会被跳吧。你就光顶就顶死了呗！我抖啊，太慢了！哎哎！好，你危险，你危险，你危险！而且这个吸烟会死的，哎，还好。好烦哦！这对决也很明显，好烦哦！我来喽，我要跳水了！哎干，有 counter 才可以接。哇，好好抓啊！我没有在怕的啦。下，哎，好，摸到都赢了。中拳一挥下就宣告胜利，然后胜利。哎，他笨死了，怎么会用这个？你去看错技条是不是啊？对，我看错技条。我以为暴毙，我以为我吸满了。你吸满了，跟你没有，我以为我 V 满。对，我想说你怎么会暴气？我想说你没有 V 啊。没有关系，没有关系。他不是可以接那个撞在，可以接鞋，可以。OK。好，我们 Ken 悟哥很厉害，走错房间，干谢谢 Ken 悟哥，谢谢 Ken 悟哥，打得我心惊胆战。哦，哇，新角色，三月还会再修正一次啊？三月对啊，我也不知道修正，但是我是觉得修也修不了多少，讲白一点。我觉得以他们这种修法，当然修不了多少。不是，就是我觉得以他们这种修法，一定修出来是大家干干叫。现在就已经干干叫，所以他不修不行啊。那修完会变怎样？不管嘛，至少先修嘛。哦，也是啊，因为以前你不修，就是现在就开始变。我要认真的用那个。现在不，你不修多认真啊，就被骂爆啊。因为他会玩了、啊，就忠诚。然后我又想要玩新的角色。没卡，我在听玩家的话。他们也不用听玩家，他们就观察现在到底生态是怎样。嗯。或什么招式过于强势之类的。他做的时候不知道，第一次做出来的时候不知道玩家开发会怎么样。他第二次在调的时候，他不知道什么东西过于强势，不觉得很好笑吗？外国人都这样子，美国人都这样子啊，美国人都做到自己爽的。你要练这一只是不是？你选这只干嘛、啊？那我想要另一只啊，要练这一只啊。打龟的，我喜欢的龟龟啊。龟龟玩的时候觉得有飞的，妈的，他妈最强脚你也玩得下去？我就想要打龟的，像姓何的。可是他的那个、啊、飞道有限哎、欸，补标啊，不然怎么办？他走很快，然后退很快，对不对？往后大退就好了，对不对？然后都打等一个机会，都是等一个机会，然后不抢攻，我不会进攻啊！我看破了，我不是一个会进攻的人，我进攻能力很弱。这个角色我真的觉得跟拉西有的屁，你不屁啊？花一格气也是硬上人家哦。拉西有硬上要花气吗？要啊，要啊。哦，用这个、哦，
要 EX 的比较稳，比较稳。普通的发射有点慢，可能会被破。升龙哎！不要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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觉得他那个下重拳，呀，脚砍断，应该要下地狱，真的。要下地狱，设计的人要下地狱。OK。太过分还是太强啊，虽然你觉得如果他 CC counter 只有第一段第二段没有可以接受吗？什么你觉得有差吗？什么意思？他不是打两段吗？你只第一下不中啊，不要第二下才会 CC、啊、没有，是这样，现在是这样吗？以前一直都是这样啊，对对齁，第一下不能中啊，因为中了就没有了嘛，对不对？ CC 就打掉了，就变普通 counter。这角色其实像我刚刚说，因为毕竟完美啊，该有的都有、啊。毕竟完美，有无敌技。而且他这个踢好快，好痛哎、欸，很痛啊，很痛。我连想要跟他打，因为我现在玩 Birdy， 我那时候想说，你就一直跑嘛，那我跟你吃东西啊。不行，你一吃他肯定吃这踢啊，一吃就踢了、啊。而且我他那个时间还很好用，因为太快了。哦，这边哦。哇，可是你这样子一用代表我不会炸弹没差哦，好、啊，他没有练、哦，他只是想要归而已。你这样讲就没问题了。完了，有基隆东的时间来了，我真的忠诚想说我他妈的招，我真招无敌哲人招，前面这么辛苦，目前哲人招，真的目前哲人招，但知道我觉得是超强的。哦，基隆东开场下滑，点一下，不要不要，忠诚跳进来又来一个下中脚。小龙卷贴近啊！不要！京东最讨厌小龙卷了、啊。起身凹一下，劈柴！哎呦，我不中了！啊，中奖了，中奖了！我完了，我看这下中拳，下中拳又来了。下中拳，下中拳 loop。他每一次都挥一下，然后他一他没事挥一下，收招太快，印之小，也没有不能跟他打插合，比较难。那个但是很难，风险太大了，风险太大。好，京东起身速点啊！你那个挡住手你不前切，那是正的，你知道吗？刚稳吧，阿兵好严格，很严格的指导基隆东该做什么事，基隆东完全没有放在心上。EX 飙啊！哇，中拳大法师中拳啊！真的好厉害！你还做得干嘛？你死掉了啊！啊，对不起。如果你 EX 飙，你挡他挡住后，你前前变正二，正二，对啊。他最强的就是那个啊，对不对？也是花一格气硬伤人家，就是飙。其实飙不太能浪费，飙都基本上都拿来。留了一颗气啊，没有气他没有武器，但也是有解啦，就是要 V 反，不然也没什么招了。V 反啊，没有什么更好选择。敢用啊，你被折那个东西是调换气，你觉得我的角色可以 V 反吗？那是你自己口啊，你要舍得给他用下去啊。V 反他可以，重点是 V 反他还是来得及挡，你懂吗？对，他加二，他怎么可能不能挡啊？哦，对，当然我通常知道可以挡，但我的意思是说，没什么更好的选择啦，在某些层，他花一个气一个标，我觉得 V 反也没有，也不是万解，他刚好按抓你 V 反，你气花又被抓，没有啦，他按抓没有了，挡第二个啦，第二下的时候反的，又不是整个过来的时候反，他前是加二啊，看哦，看你反出来了，对啊，对啊，出来那个啪啪两段的，哇，你就晚一点反嘛。我觉得打拉西斗跟打那个一吹的，对于那个抢前招，如果是没有像拉西斗是有些东西还可以插招，我觉得还有的讲，其实我刚刚一吹也可以插招，只是我忘记了。那个拉西斗那个 V 的那个踢，就是滚在地上踢一下那个负多少？负六，负六而已啊，负六啊，不然要负多少？负八，八十好了，至少负七嘛。不然我玻璃不能去啊！他不是问你，他都会故意抓那个尖端啦，所以你跟他飞很远没有用。他其实厉害的不是要负几百的，他厉害的是全部踢尖端你都缺不到。他厉害，他那个下重脚还是跟也是算过分的下重脚。可我是觉得打拉西多的关键应该还是在，如果你没有办法有效的破那个下重脚气功的话，还有近身贴啊，还有近身那一套啊，那个很烦啊。你在哪一套？我说他近身在那边按东西，这个每一个角色大家都一样。你们那你去近身别人，难道不可以二折吗？你的简单其实简单，可是他的回报更多呢。我是觉得，我觉得更好发挥啊。同样都是看起来华丽，只是看起来华丽，不要理他，也是挡你的嘛。但是你讲的那个比较我能接受，就是他按的那些东西，最后的结果是半推角落。对啊，这是讨厌的地方。但其实二打七，而且你在场中，你好不容易出来，他妈一个小龙卷进来，你又进去。OK， 这也是 S2 大家都在诟病的。有些高端会觉得说，他妈的，我好不容易被你压脚了，我找个机会要跳背，要绕出去，被你小龙卷卷回去。有些会这样想。
但是打蓝绿的角色，只要你有你的角色池是有办法去破他的那个的那个一杀强折招的话，反正就剩下的力回都还就可以。先看你自己有没有三伏拳，再决定有没有办法跟拉西斗打。三伏拳也很重要呢，一差太多了。基本上拉西斗打没三伏也是好打啦，是没什么好讲的。哦，强壮的头锤。阿兵没对空哦，没有想到对手会跳过来。对了，第二次太甜了，这一次太甜了。欸、这一定是练习来的，有没有？哪一个？我觉得应该是附带吧。哪一个？我刚没看到。就是起身用轻手，然后摔啊。我刚没看到，反正我只在想，我老伤这版到底是到底强在哪里？因为我觉得很强，可我在想要怎么修会对老伤来讲是合理又公平的，我想不到一个理由。合理的、哦，嗯，我真的想不到他要怎么修才是合理又正常的。我觉得老张要怎么修才是合理？还是你觉得这样？把 BBP 改短啊 ，BBP 改短，判定攻击判定改短，可以接得到，但是第二下之后转的，没转的范围变小，本来就可以接。ES 不是一代上 ES1 版就接得到了，他只是那个对方不错、啊。只是整个判定值太高了。哦，我太慢了。动了。死了啦！死了啦！他血那么少，死了啊！血那么少。哦，对啊，他把一翠评价也评超高的，还有拉拉，他把拉拉跟一翠这两支评价比较高。我吗？嗯。我也觉得一翠大概五强内。好湿哦！你不喜欢、啊？再擦一下。你不喜欢啊？当然不喜欢啊！你又不是女的。把他们俩赶走好不好？你知道以前我还有手汗的时候，去那个去打那个街机，都是要带一个卫生纸在旁边。为什么不要带啊？打完走都下个自己想办法、啊。这是礼仪好吗？很湿，真的很湿。哦，这个新手柳七儿是啊、哦，柳七儿，我上次不是就跟他打吗？我忘记了。好像是哦，我想起来，我上次选问号被阿 B 讲到尤里安嘛。对啊，对啊，我还记得刚才其他选角画面，阿 B 评的那个，其实我觉得阿 B 评的都我自己也是蛮认同的。他只能说，因为真的、啊，他只是第一排跟第二排的可能顺序上面值可能会有大家可能会觉得说啊，第一名可能是前三名有戏啊。对，可是我觉得第二排的杨跟他打，是我是觉得是故意的，差不多是上下一定是故意，我也觉得就是说第一排的人，只是每个人对那个你讨厌那个值的那个前度那个高度在哪里是又是一件事。你说什么？高度啊，比如说哦，我也觉得拉拉有到八强没问题，十强也没问题，可是你可能在拉拉就排在第一排的，啊，我可能拉拉没有到第一，我可能觉得拉拉没有第一排的，啊，我可能觉得那没有关系啊，本来就是照自己的，所以你觉得第一排的是谁？几个？你说五个吗？三个？五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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个？就讲五强啊！哦，你的跟我拉反了，你是把老伤拉在第二排，我是把老伤拉在第一排。老伤因为我觉得他有缺陷，有两个人不好打，十七攻就两个人，那两只不好打。但是我觉得除了那两只以外，他对啊，这个其实之前日本也有争议，是因为老伤有他的缺陷在，但我是把老伤拉上去的，我是把老伤凯尔跟拉西尤拉三强，拉在一吹。那我一样，基本上第一排就不会差太多、啊，不会差太多，就只差一个老伤而已、啊。就老伤拉拉，我就跟你说，就是一样，可能会有一两个是有，不会、啊、有人可能会觉得，还有别的，可能别的更强。通常不会差太多啊，前两排是一定是固定的。没有，第二其实在日本名人牌的五强几乎很多支重复率很高，就是拉西罗跟凯尔这两支重复率超高，这是没有，这是就是排在最上位没有问题的角色。但一直最大争议的，当然对对对。
哦，还有一个就是像我跟立伟讨论过，立伟说，可能大陆那边的玩家都会认为，像中国大陆或者是香港那边玩家都会觉得 Kenny 得到可能是第三强这样子。对、啊欸，你是选尤里安是不是？对啊。上次打柳七也是用尤里安啊。哦，好。哦，有没有没有？这就是我气功的奥妙。但是其实我也觉得这有可能有个风气的关系，就是像可能中国大陆那边的人玩 Kami 的玩家多，强的 Kami 玩家也多，他们就觉得 Kami 是比较强的角色。那台湾也是一样，可能拉西有强，或日本拉西有台湾就一个强而已啊。例如嘛，有可能之类的。我玩尤里安很强，也不会有人觉得尤里安是最上位的啊。没有啊，有前面啊，欸、有八有十强啊，但是没有，对，是有啊，一定有十强，但是没有到。你不要一直在哇哦，我看到了，这个都是超贱的，不是吗？你不要一直在哇，我看到了，这个超贱是少，这挣多少？负二，只有你不知道而已。你到底没？我就我跟你说，我没有研究。我完全没有研究，那你换负二啦。你不要在这边哇，我这聊天中我看到那个游人在干什么、啊？做一些见不得光的事情。你知道那个不是强制裁吗？我知道啊，我知道。可是他平常是打持续吧，所以才会这么讨厌吧？没有，那是你后期真被打持续。他下倾角后期那个哇，那个是后那个是打持续。对啊，我知道，所以我说是打持续才会这么讨厌啊。欸、他就是只有一个 set 啊，他就是因为可以派生，所以还是要拆啊。而且对、啊，而且派生，而且因为派生完之后，他因为有劲之后，你要挡他中断，然后但是他不放，然后有劲是有劲，他有力是天下都很合理的事情，这本来就是这个是我自己认可的，是他有劲值，我要怕他是应该的。他妈他就靠那个吃饭的，不然你要怎么样？但是你说那个哇哇哇这件事情，我就觉得是他说就算可以派生，我也不怕啦，就是他也要有那个勇气去派那个神啊，因为一派负六你要打，对啊，那我是。还是会七八成是还是会插招啊，不插没道理啊！妈的，负二干你再继续按个屁哦！我要让你猜，等下这个是不是新手？再来一个那个什么中场就生气哦！哇，一大西瓜嘞！哎、欸，他会不会教我怎么玩？看分数啊！啊，糟糕，他好像至少略懂了。这账号我好像有看过，真的假的？反正嗯，我记得这好像是闲的账号。我觉得真的假的？闲的账号没有了。我决定了，他做什么事我就做什么事。我先看他做什么。我先研究看看他做什么，他做什麼他开奖都挑衅你，然后不好吧？我跟你讲，最聪明就是开奖就切这个标，有没有？他就中了吧？哈哈哈哈我赢了。干你啊！你现在就是在打抽奖嘛？抽奖那是碰不到具体有差吗？又不会被罪罚？你觉得是抽奖？他溜冰场哎、欸，克里斯的一直滑、啊，酒吧克里斯哎、欸，丢！哎呀！会耶、欸！哎、欸，多了真龙啊！怎么会这样？你那个连中拳都没摸到，真龙也会出来、欸？完了！哇，这个会，这个会、啊！完了！这个会啊！我想起来，我会一套。这个前动脚其实也很讨厌，烦啊！而且你想跟他拼，他又有那种又有吸吸的效果，他可呛！哇、哦！用不到，好嗨！你现在是几十年前那种街机的那种打法，就是整个身体就一起扭这样子。哎呀，不要！你是现在真的有在练吗？我昨天玩了五分钟吧，五分钟。这个角色，这角色可以是不是？我去打龟啊，龟在那边搓，那你妈一起，然后一起补干。哎呀！他的前进都太贱了。正二吗？我现在知道正二东西都超贱的，这是会抓。抓一次。哎呀，完了。抓与不抓之间的，抓与不抓。哎，我把，我觉得他那个前重脚应该，他现在是负多少啊？负三，负三，我觉得应该也要负四吧。他跟老西斗那个重脚不是异曲同工之妙吗？这个我也觉得超贱的，这个真的看不出来。我们练了半天，倒是真的看不出来。这个有时候你知道，连自己使用者在前还后自己都不知道，其实真的很北七。负三、负四，嗯，我觉得负三是一个很微妙的数字。你说哪一个东西负三？这个游戏很少，它前重脚、啊，它这个游戏很少负三的东西。
富山，因为富山是个太微妙的，就是富山就变成说少数 有三伏权的可以去，没三伏的权就是他妈一直被哈妹啊。就所以富山，我觉得是一个很诡异的数字，不能这样。富士也还好吧？没有啦，你他富山意思只是说富山，他就贴在你没有三伏权脚那边贴着你用，他就只是让你。就只是让你说你还不能先弄，因为如果你往前踢，他妈又可以先弄的话，你就一直踢就好啦。重点他这个就是可以，他那个是浮空啊，那是浮空的。那我知道，没有每个人就一定要有一个有力的拳脚，然后没有到完全不能用。其实一部长的东西没有啊，他最长就是那个立中脚、前中脚，就是中脚、立中脚、前，反正就是他是那个是最长的，他其他东西都很短欸，他其他东西其实不长啊，下中拳出发生的也不快。拳脚，他一步一拳脚没有比较出色啊，是主要还是在，他现在可是他进来之后还是也是很强啊。对，他就是靠那个强，而且你只要对你就是想办法集到第一颗气，然后进去弄人嘛，大概是这种感觉。一个方式，因为平常他立伟的拳脚的途中，他除了靠那立重脚以外，他没有什么东西跟人家打嘞，没东西打，你知道吗？他没有什么东西，看你用想的，他大概你在我在网上打，大概要嘛是用飞镖强制过来，不然就是跳路。他没有拳脚办法滑嘞，那个是附到美国去的东西，对吧？就算他接滑尖端也是你先动，也是附的啊。好像要吃持续才有办法。所以这个角度整体上就是打龟的。我对于现在春丽完全死掉这件事情感到开心，为什么？因为玩 Birdie 呀，他那个死的有点腐烂，你知道吗？我觉得没有那么死吧，只是大家觉得本来以前可以爽的东西，现在不能爽了。没有把那个，我觉得要把那个立青脚还他比较实在。对空啊，他还是可以不是吗？对，变很弱，就是要提早用。我可以接受他直接对空的了，然后掉下来不能二折，这样我就够了。差不多了，你懂吗？就是他平常是，他以前那个立青脚太 OP， 其实我有时候觉得卡普空很奇怪，人家觉得你那个立青脚 OP 是，你把我踢完之后还要折，还可以折。那现在你把它不能折弄掉之后，你还把它弄得好像不太能对空，那不是很白痴吗？要砍就直接砍到剑骨，是不是？这是很奇怪哎，我觉得很奇怪的，很奇怪。阿斌乱打啦！我才觉得他在乱打、啊。哇！其实想太多了。对啊，他的排名你是想太多了。对啊。但是我就喜欢，就是，就算就是打比较弱的，我也希望就是可以照原本打，我希望可以练到东西，但真的练不到东西。你越想去做一些你高端想做的，反而什么效果都没有。比赛什么人都有可能遇到啊，这是很合理吧？我觉得我可是比赛的时候你看不到对方的分数啊，你不能就看不到对方的分数来判断他怎么打。这就是我说五代打 ranking 比四代的重要性在这里。这就是我说五代打，因为其实四代这个东西很，你有些人会觉得四代很有深度，我也承认四代某些东西很有深度，但你又不能不否认四代的东西其实太讲究九成的力回了。他太大，你力回强的人就决定这个游戏的胜负了，合理啊。四代是不是这个游戏？大概是这样。对，所有的强者哪一个不是力和强？然后有些某些像力，小象说的心魔就什么梅园大武，打不赢。为什么？因为力回打不赢，他就打不赢。你打不赢，像是力回打不赢就打不赢，这是游戏的本质。四代本质，如果你说很深，我也相信很深。可是讲浅，它其实很浅，它就是一个力和强的游戏，合理吧？这游戏五代创造让一些新玩家比较能接受，就是大家有不要那么力回啦，大家不要那么力回啊，弄死你啊！我要拿命跟你拼啊，我就要跟你拼命啊！他都没有挡到我飞到背后去哎，然后我又很怕他有时候凹水鸟，我刚刚看到我也觉得他该凹啦，他都不凹啊，我都一直想要防啊。而且你看四代哪有像这个五代那么有趣的一些角色，大家觉得 OP 的，比如说拉拉这种一波把你带走，米卡那一波把你带走，那有另外没有这种东西、啊。另四代不会有这种东西，原因是因为它可以凹升龙，一升龙，然后 SA 万劫，SA 万劫，对 ，SA 万劫、啊，就是变成是一个防守选择多人多样化的东西，就是你至少你画两个气，然后就是拉开了。然后又开始比一回，因为这个游戏就是太多防守的招式，四代太多防守的东西去造成说这个游戏变打一回了，太多防守的东西去促成自打一回了。五代有五代，我觉得这两款是比较有点不一样的风格啊，有它好玩的地方。
哎、欸，你是看心情喜欢这个场地是？没有，其实我最喜欢两个。哪两个？一个是竞技场，另外是卡琳他家。比较漂亮，那后院吧，就他家嘛，就是我喜欢，就是色调色调比较好。我喜欢万圣节场地，我不喜欢。你喜欢哪个场地？万圣节不就是那个是万圣节还是圣诞节？你要讲清楚。万圣节就是有那个南瓜、那個。OK OK， 万圣节还不错。我喜欢万圣节那个，我觉得他有一些场地做太亮了。我喜欢万圣节没有变万圣节之前原本那个。哦、嗯，还有那飞机上那个真的很讨人厌。飞机上这个我没有看。张先生，你要跟他哦耶。然后你要来，你要来，刚好是 Birdy 啊，刚好 Birdy 啊。我是想问你要不要玩？开始。哎呦，不错不错。他刚刚发出一种不自然的声音，屏幕傻笑，屏幕就觉得，怎么不应该中的、啊？各位观众有福啦，现在会去会去，你对上了台湾的博地之神啊，博地神啊。我真的要跟他讲，他握摇杆的方式不对，就他手太就是没有掌握住，好像手就是一个要完全的握住，是握住那一颗球是一件非常重要的事。还好啊，这是你的习惯问题。怎么了？我是台湾博地神啊，博地神吃气功啦，哇！我这个，可是我觉得握摇杆这种事哈，其实。我觉得好像自己习惯，觉得用习惯就好，但是我肯定他这个方式是不对的，还是有分对跟不对。哎呦，没有，我刚说干什么？没关系，我觉得阿姨应该听不到你讲话。哦，两段，不行，又两段。哎呀，两段呐！佛地之神要陨落了吗？佛地之神，屏幕太大了，屏幕太大了，那个马上开始怪东怪西。刚刚讲的就是这个，有没有？你要说遥感啊。上路的问题跟我中路没有关系啊！你不然后超过那个27的就会累的吗？跟尺寸没有关系吧？对、欸，那什么？打他！有中拳不打，用轻脚。那中拳不行吗？可以吧？那个要贴在你面前。你不，你看他自己转摇杆那个方式会滑掉。你看他这是手没有固定嘛？哇，下重拳对抗这个奥秘，我现在还没学会。下拳，哦，一个跳，哦，不错，这对空顶回来，重脚压起身，哦，这边跳过电刃，哦，这边我、哦、想要锁链暗杀，被看穿，不过这边还是跳过气功啊。好，不过这边哦很大的优势啊，基本上下底全都，中个 CS 哦，他没有 CS， 基本上 MV 不应该这样做啊 ，MV 三三也是我们以前我死下拳都要死了啊，真的下拳都要死，轻拳一次啊，我很怕。有常客啊，他还是不离不弃，还是玩龙。知道，独眼龙也知道啊。下大招，需要认识一个玩家。前四天都抓下几拳啊？他只能出气功啊，出气功。他龙只有气功，升龙拳你要怎么样啊？把他丢手链是不是啊？他是龙啊！你瞧他丢手链出来、啊，三招可以用，还是他丢香蕉出来？哎呦！双双，哎呦，哇，还有机会，哇，勇哥在打插合啊！有看得出他想要，有没有？他想要打插合，重脚一踢，踢在红的脸上，哦，飞出海豚式跳水啦，但是被龙看穿，有一个升龙拳，吃到一个星星的角落，啊，回旋子一半有点满，他暴毙啊！我下重拳对攻，重脚要踢，暴毙，吃辣椒。一个 C 就把他带走，简单的 V 就出来了。我要解散不错，哎，这个反应不错，这个反应不错。我说，去啊！刚刚杨哥要摔一波，血要出来，来斩杀！大问题啊，大问题，大。好，我再给你一次机会。还要再一次机会。再给你打。自己的手我觉得很脏，是不是？我就粘啦。我就帮你拿。我就帮你拿。刚刚那个一定有转接的，我刚刚已经冲他就死了。对，有我发现。这很黏啊。可是你没有发现他刚刚。你们三个这种宅男手。干，你有资格跟人家宅男啊？我现在已经走到潮的路线，你没发现我穿？等一下，下半身呢？我发型特别瘦过了啊，下半身不是很重要。下半身不是很重要，男人最重要的就是下半身，不是吗？国栋弟弟一来，完全都不一样了。哦。真的很黏
没有，不然我刚刚那个，我跟你讲，我刚刚那个冲他一定死了。不是，不会，不会。我看你方向失业大概800多次了吧？我真的觉得你喂老板的方式有点问题。没有，你有考虑过改一下吗？没有人这样，很少人这样握哎、欸。我怎样握？就是你是整个手含在上面，你没有一个固定的准，你手没有一个固定的准，固定施力就是靠着的地方。嗯。啊，这你手是飘的。我是这边没有两个大摇，我是把你当嘴。好，是是是。而且我觉得我很不爽的是，因为我哎、欸，这礼拜一吧，你不是有开？礼拜一还礼拜三，你不是有开台？有。然后你把那个波，你排在很简单的角色，我真的很不爽。然后你说我会玩的原因是很简单，然后我就很不爽。Body 算是很简单的角色吗？他真的算简单。角色名就很抗压，一直打，好不好？那个不是，这个不是，他是凭简单的原因。简单，也还好。哦，这个瞬移侠来了。哦，没有人知道他在哪里。我就一直跳就好了。你这样也要赢就对了。接套痛的有没有？痛的，哇，杨哥有在练呢。哦，简单，动不了他。他有什么困难的东西吗？我就想，没有，真的没有。你这个自己跳一跳啦。他连玩啦、啊，他连射的都很少。他一枪把你杀了，我跟你讲。哎、欸，小强，赶快打。哎、欸，就知道你想动。哎、欸，他这样子对空，他看得到哎、欸！我的天哪、啊，我根本看不懂、欸。没有代表他可能没有那个啊？怎么可能？我们冲出去了。对啊，你不是冲出去？为什么？为什么直接招式没不见了？招式不用打到直接取消。凹一个，都不凹。哦，好会，你还等人家凹，真的很会，真的很会。完了，我真的会笑死。哎、欸，好像好了、欸，哎、欸，有没有？不可能，不可能！刚上一前一下，我就觉得 Birdy 在打 Kimi， 要晕！我觉得要死掉了，杨哥。你反向，你反不用反，你都挡不到，你怎么反？好，休息一下，休息一下。我刚刚挡到就会被打回来，是还好啊。这个如果冲不出去啊，其实没有累的话，这个血量 Birdy 还是很有机会一把，要一下要追回来了。好了，死了。哎、欸，他不会，他有机会，机会挡住，好，保庇呀 ，C A 呀，血满了、欸，对啊，没看到，哦，这边，啊，把自己把气用掉，其实也可以啊，但是你撞个地嘛，野猪辅助暴毙，对你先爆了地下，野猪一直撞啊，对啊，他追不到你，我本来没气啊，干嘛暴毙？先爆一下，跳，爆腰，不是，他这个直接射到我前面，我要怎么打？你等一下按开始的时候可以看一下几格吗？那一两格就不要按了嘛。好手。嗯，他有看的格子。好。再给你一次机会，你这是。真的吗？好，没关系。你干脆台子就拿到等一下电台那边去打就好了。哎，我觉得你打成电台的时候，你干脆你要不要接一台快打，边打边讲这样子？其实很开心哎、欸，蛮开心的。我跟你说，这个很看不起，就是为什么说 Birdy 是个很简单的角色？他跟其他角色比起来，真的算简单、啊。然后五个这可以打。这青铜是不是？我刚刚青铜是不是？没注意。那个排位不重要，排位不重要。我怎么知道？排位怎么不重要？排位不重要，排位。我现在是 Platinum 啊。Platinum 啊。Platinum 啊。白金啊。白金啊。很厉害的、啊。8000多分的、啊，好像是白金、啊。8000多。就听说你上次被一个某某 JJ 实况主屌打，是不是？没有吧？我听到的是他打赢的、欸，你打赢他，你听到是他屌打，他屌打人家这，我屌打人家 JJ， 我听到是他屌打 JJ， 我屌打 JJ， 那个用方的、欸，哈哈哈哈哈，你那个子啊，不要打，被不要讲、啊、那个不要讲，不要讲，不要讲，这1000多应该可以，没什么问题，没有铜牌，我以前很喜欢玩那种游戏，你看到铜牌都想笑。铜牌啊，这是铜牌啊，铜五啊，好，铜五都出来了，你开场就被呛一下、啊欸，没有那个哦，你就不要输哦，没有那个你不要输哦，啊，取消慢了，哪有，那个啊，他就冲的啊，不然你缺板了，哎，你就是中了啊，他不冲了、啊，他又冲了、啊，这大牙真的有问题啊。那有负你有负六的招吗？没有吧？你有正六的招吗？没有。
荷兰脚。甘蔗为什么会打得好？对啊，那个六福有没有装备缺不到？你不是说我很强吗？哈！你打，你是想你打同武的？他假新手，看得出来。好了，最后一场啦，时间到啦。为什么仰哥让我们每个人讲话都要跟他一样啊？不知道。那是转后边的。哦，狗，哎，是无敌啊。吃一个神龙啊！为什么来到讲完就一个啊啊！血出来啦！真的是大问题，没有接到，爽啊！啊啊！吃血啦！危险危险的，两个脸上有点呆滞啊！压你是紫禁头就好，清泉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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啊！哎，好了。再一场，时间到，把那些拿过去捅上去才打。可以继续打，但是我们今天要谢谢大家收看，今天拜五拜好戏。叫什么石油王来跟我打？啊，怎么没有人做 ending 啊？来来，又上来，又上，又上。听说你要先挑战优了啊？三分钟，可以3分钟一场。三分钟一场。哎，现在请国栋。哎，国栋现在很红，你不要乱炒那个词，很红的啊，国栋。活动至少就配了。加油！我现在跟我打，我在那边练取场。我先过去了，我先休息一下。我开场。结果变成，哎，我以为。开场我练还是练啊？他凹台子了。他凹台子啊！凹台给他凹。两个你凹好多台了，他又一直说两百有问题啊。给两个凹一下。我是看卢比才真的很不爽，因为他真的是一直在贬低我的角色。波迪吗？对啊，一直在贬低我的角色，刚刚我不爽。你说他还是我？你呀、啊？那你刚刚说哦，这角色很简单，这角色不难。我建议你们这些刚进门玩家，灭亡右边人就先选，然后还有点波迪的逼格。不对，我记得右边吗？右边是比较难的吧？欸、不是右边是稳定的吧？因为我那天我同时排了很多个图表出来，我不知道你是在讲哪个，但比较古代比较简单的，我一开始是推荐古代跟 Birdy， 对对对，哦对，你 Birdy 要拉到右边去哦，啊，古代他妈真的比较简单，人家推荐他那个丢气功的那凯尔会丢气功啊，不会机器怎么丢啊？啊，机器对不对？你他妈的，谁把卡进去啊？哦，野牛冲撞准哥紫禁头，我觉得我你知道吗？我有的时候打电动啊，就是有玩街机的时候，会觉得对方，尤其是去日本的时候，会觉得就是对方好像玩的还蛮稳的这样，然后看他的输入跟养哥这样子，我会觉得很堵然，你知道吗？我是骗你，我不出来，这是哪有问题啊？就是看起来那个输入指令的方式就是莫名其妙，可是表现上就是很稳定这样子。没办法，邪门歪道。是。哦，跟我想的一样，他跳绳。哦，会顶会顶。叫悠悠来跟我打啦！现在不是同公司了吗？最后一场，最后一场。哇！这确保。哎！我没有车。他那轻的，我记得也很快。轻的，但是你要准备啊，等下落地是可能是负七吧。哇哇！哎、欸，这大有问题啊！妈的，我们刚刚三个人用都没问题，真的。干，杨哥会去耶、欸！哇，没事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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没事。哦，那什么，一直用那个气功，不是反过来一次吗？哎呦呦呦呦，666！我这要直接把它接死。你切刚没有一次出来，不然就是我放。好，你要等到我到楼上。他因为有破绽。哎呦哎呦，等破绽。中脚啦！我觉得你快被他搞死了。我觉得他要摔了。好，机会来了，机会来了，机会来了。啊！慢了慢了慢了，却不到。有了！啊！好了，可以了。哇！跳跳跳跳跳！你往后，你怎么往后走嘞？你刚可以跳哦。
可以，应该是可以。应该我刚刚往后走一小步呢，可以啊。你刚刚可以跳啊。好了好了，我知道你还想再用一场，下一场就CA啊。我要去把它接死。到底这个CA有没有机会用呢？一直想要用CA接死，结果就直接输了。我觉得你会带着三格去死掉哎、欸。你可以。你可以先用一格气，对对，你有错错错，你先用一格气取一些优势，那个气慢慢会慢慢转出来，效果马上就出来了，效果拔群。这个都一直跳，不然有跟我坏习惯，坏习惯。好，七板七板七板，可以可以，满着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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不用暴毙吧，他这样会死啊。他不用暴毙就死了，不用暴毙就死了。有啦！我真的很生气。谢谢杨哥，谢谢啊！这个哇，等一下应该会相当的不开心。啊，上期有吗？他今天CA到底有没有出来过一次？没有出来，没有取消成功过。这条表没问题啊，没问题啊！你们刚刚不是前面都用得很顺吗？没问题，没问题。好啦，那时间也不多啦，那个应该说已经十点了，是不是？哦，十点十分了。好啦，那就差不多到这边了。我们今天的节目内容就到这边告一段落，感谢我们干爹闪送赞助播出，还有啊、公馆坏啦啊，不是公馆的，公馆坏了，公馆快打啊，遥感赞助播出啊，以及哎呦啊，我们的新赞助，我们的雷蛇赞助播出。哎呀，这个真的是绕了一圈又回来啊，绕一圈又回来。好，那感谢各位今天的收看啦、啊，那下礼拜五同一个时间，别忘了继续收看我们的拜偶炮戏 Romancy， 谢谢，拜拜。